老婆，喜欢你们大姐。大爷，咱过十年的愿望总算要实现啦。什么愿望？我找到。唔对，大爷爷明明进前就有刚配用因翁的相片啊，伊哪可能认不出来？迄就是振辉。老婆，你来讲话讲一半。无啦，我是想要问大爷讲，你最近敢有振辉因某囝的消息？你拄仔咪讲，咱愿望要实现啊！敢讲你有振辉某囝的咯？看大兄的反应，伊一定唔知影江碧玉就是振辉的太太。那那个相片又果是安怎？无啦，我若是有振辉某囝的消息，我一定第一时间马上打电话给你，然后就办桌庆祝啊！我哪有可能参与即马遮尔啊平静？我是想着讲，大兄，你即马伫咧找小翠因爸爸，人咧讲啊，好心有好报，无你可能也是帮助小翠因安尼一家团圆，啊，心灵嘛会互咱愿望实现，找到振辉某囝。我嘛希望会当参与你所讲的，咱会当顺利找到咱要找到的啦。一定会啦，相信愿望就会实现。对啦，大兄。啊，冠杰，今晚嘛拜托我找小翠因爸爸了。是讲咱顶面食饭的时阵，大嫂雄雄身体无爽快，我袂好看到相片。啊，你阿刚有刚配合甲因翁的相片，是毋是当传了我？我，我传互你啊，伊的相片，阿个伊的名。哦。确实不是同一个人，连名都拢改过啊！大兄，这敢是小春伊妈妈传给你的？迄阵我伫日本，是伊传给阮妈，阮妈佫传给我。啊，头家妈即下嘛是科技阿妈呢，这三 C 产品佫算到遮尼啊熟手。当然不是啊，是请丽红传给我的。原来是孙丽红对橡皮动下手，无怪伊讲伊会雄雄昏去。完全拢是有在要暗砍，这相片是假的。孙丽红，你真正是够奸巧。好啦，大爷，我就先安尼，我就等来请人来找这个陈景辉吼。哎，姚母，你应该无什么心事哦。我真好啊。陈小春的代志处理安怎？孙丽红，你明明知影小春甲江碧玉都是大兄辛辛苦苦找找二十几年的人，你还阁会当当作什么代志拢无，叫我去对付陈小春，也袂甲我讲出真相。你这个歹心毒性的查某人，我一定要好好提防你，开免打一天，连我家己嘛去受伤害。有啦，我已经叫 Kevin 伫咧处理啊，只是讲 Kevin 处理了受较超过了。你今嘛是咧同情陈小春？当然不是啊！你无听人咧讲，紧事都爱看办。一出手就遮尔啊重着，冠杰伊也发现啦，都爱慢慢啊来啦。好啦，不管你有啥物办法，我干咧希望陈小春愈紧消息愈好。我知啦，我先提醒你哦。今日这顿饭非常重要，下面你一定要好好对待小春的全家伙啊！上好是好好配合我，我的心人甲我袂乱讲啊！要不今日这么慎重，爱我配合你啊？看起来哦，一定有特别安排，要来创治江佩玉因鬼口罩的人。较等有好戏通看。爸妈，小春一家伙来。欢迎欢迎，阿伯阿伯阿妈，多谢你的邀请。坐啊，请坐请坐，请坐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啊，今日算是咱
两家伙仔头一件见面。但不管过去有啥物款的冲突，啥物款的误会啦，今日哦，我甲阮素月用茶代替酒，来甲小川的妈妈回信嘞。我是安怎要甲伊回信嘞？刚骗了，我即马甲你回信嘞，卡等下要不我都爱你甲我跪落来回信嘞呀。就希望大家将过去的代志放袂记，对即马开始，咱大家拢欢欢喜喜，吼。是啦，啊，过去的代志哦，都已经过去啊。我相信以后冠杰甲小春两个人幸福快乐，才是咱双方爸母上期待的代志。是啊，啊，小春甲冠杰当熟识，开始结婚啦。有缘无分嘛是无卡抓啦。你坐下。爸，先点菜。来啦，江小姐，小薇、小春，快点跟阿姨吃啥，哈。啊，班长，我们吃啥拢好啦，无你来点。哦，那是讲可惜呢，这都无凉面噶，没。太神，你都吃够啥？阿奶。雄雄讲到凉面，那你嘛较拜托诶，这么大的餐厅呢，哪有可能卖凉面啊？搁再讲哦，江小姐即马工课有困难，无收入嘞，反正哦，伊一天三顿哦，拢咧食凉面，还是食泡面呢？你搁叫凉面互人吃？江小姐，歹势啦，我那讲生笑诶，你嘛可能心肝头哦。江小姐。啊，唔是讲要倒找你的先生，啊，请问恁先生的相片咧？啊，有啊，我都一直拢有带阮先生的相片伫身躯边啊。多谢本董事长，这就是阮啊，伊叫做陈庆辉。庆辉，妈，本董事长会使帮咱找到爸。啊，你真正足好诶！是啊，加一个人斗三工，都加一个找到你爸的机会。真辉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找到你的母子。当当年我欠你一条命，以后我卖好好补偿你厝内面的人。江小姐。以后你若是有啥物需要斗三工的所在，你就尽量甲我讲，无要紧。啊，是讲恁家有啥物生活上欠啥，你嘛尽量互我知影。国宽总讲，即摆咱嘛算是家己人啊，你就无需要客气，哦。你太过客气啊啦！我甲紫薇还佫有小春，对即摆生活真满足。虽然讲分无真好呀，也毋过一家伙仔会当做伙拍拼，达成共同的愿望，这种感觉比啥物拢较宝贵啊！啊是，对啦，迄天我送小春回去的时阵，看到恁即马住的所在无电梯出去，敢那真无方便。啊，紫薇住喺顶楼家，该热天是热噶，啊，寒天是足寒的。啊，拄好即马我有几间厝哦，无人住，囥在遐啦。啊，囥的嘛是囥的，归去啦。恁就先搬去住，好不？啊！你即马出这招，我是要怎配合啦？唔免啦，啊，其实哦，阮经签约要盛发集团的美丽家园啊，啊，等伊起好，阮就要搬入去住。啊，而且即马阮住的所在，阮嘛都甲惯习，所以不要紧啦。多谢你，紫薇。安尼阿伯就直接问啊啦，你即马敢有找到头路？有，找到啊。对哦，我已经找到头路啊！啊，我什么方面拢足满意的，除非是头家不爱我，啊，若无我便是头路的。恁一家伙啊，真正是够客气啦。冠杰爸爸，我相信哦，你绝对是好意。也毋过有一挂话，我想要先讲好清楚。
我赞成小春甲冠杰交往，是因为伊两个是真心介意对方的。啊，而且冠杰哦是一个真优秀的囡仔。当然啦、啊，我的后生才尔要壮仔着，你搁要紧啊？我唔是因为冠杰的家世背景才赞成交往的。我今日来遮，嘛唔是贪图恁本家会互啥物好处，除非你认为阮爱住豪宅、有好的头路，才配去恁家，迄都阁是另外一回事啊。康小姐，若是我拄则讲话有互你感觉无爽快，我直接甲你回信的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任何看不起恁的意思啦，我就想要尽一份力，互恁过了较好个。因为我嘛相信讲真慧啊，无啦，我是讲，我嘛相信讲恁先生，不管伊即摆人伫个倒位，伊一定嘛就希望讲恁母仔囝、恁全家伙啊，会当过了真安定、真幸福嘛，对无？阮先生若是知影，阮拄到参像你即款好人，一定就欢喜。阮隔壁兄弟个太太确实是无简单。甲真辉啊，同款勇敢，搁善良。爸，你是惊我消袂出去，这么着急，得替我落聘金吗？你是大方营造的少年党诶咧，有偌侪党员哦，拢要介绍伊查某囝互你熟识。迄是因为我已经答应接你哦，你敢若属于伊一个人，啊无哦。你即摆搁咧讲接你诶代志哦，啊？你若是无替冠杰想，你嘛要替你家己想啦。接你啊，真来叫来咱本家。你这个大家伙压落底啦，哪戆咖呢啊？江小姐，我真正是足欣赏小春的啦，呾又才调，个性阁好，所以我相信讲，不管是公叔还是叔叔，伊绝对是当成为阮冠杰哦上好的助手。我真正嘛足希望讲，咱两家伙啊，会当变成是一家人。只要伊两个人好，我无啥物意见啊。阿伯，多谢。你有听到？阮爸已经认同你做阮本家的新妇啊啦。慢点，我别讲话。静辉啊，这一定拢是你的安排，可能这两家的后一代做伙。我甲你的兄弟情，你才会当继续落去。所以你是毋是照这个方式伫咧甲我讲，你愿意原谅我？真辉，多谢你，真正多谢。嘿，今日毋是要甲江碧云归口罩的人洗面，那变作是我捡药物洗面哈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一定也无清楚。亚母真正甲江彪迄家人讲这种话？嘿啊，伊就讲哦，要甲迄个陈小春升起来做副总，搁要替迄个无路用的大兄哦，吹一份头路呢。上届过分是啥，你知无？伊竟然讲哦，要替江彪因家哦挖一间厝啦！哈，我看即摆哦，警察无甲因三个带返去厝内摆尔啦。亚母搁有讲啥？家在哦，尾啊伊拢无讲啥，干那目眶红尔啦。伊若是继续对江彪这么好，我绝对会气到冰岛。你讲姚母目眶红红，大嫂，你人比我搁较巧，你敢看会出来姚母即个到底是咧跋倒一撮哈？敢有可能伊是伊先假作对因好，啊尾啊吼，才偷偷啊修理，甲伊修理甲凄惨落皮安尼啊？有可能啊，大嫂。可能是阮姚母去杀着迄个江碧玉啊！我这尔啊故意的人呢，我哪有可能哦？我都带会赢迄只狐狸精啦！大嫂，你一定要跟我斗三工，我真正无法度无姚母呢，啊，若无吼，我会活袂落去哦。